算一隻係咪好平啦，啲價錢好好啊。啊！但係而家都有加息嘅壓力喎。哦，我覺得做大事冇計呢啲啦，咪都買唔到屋係嘛？啊，屋係好重要噶嘛。諗住三四百尺到咯，因為你四個一家四口嘅話，咁啊小朋友有個男仔女仔咁樣，就一定要配三間房出嚟。新一期推售的六字居一共有4693伙，包括油塘的高宏苑、马鞍山锦柏苑和粉岭青桃苑。单位实用面积约184至489尺，间隔是开放式至两房，以市价41折发售，平均尺价介乎4490至5410元，售价是介乎75万至271万。其中油塘的高宏苑提供最多单位，高达2021个。